鸡翅这个位置齁，水妹也可以放齁，木月我觉得也应该也是都可以过啦，反正王冠就靠他的伤害嘛。啊，记得一定要放神或是魔齁，这样子露娜才能共鸣，这样先试试吧，先试试。好，第一关先叠双子，好，先叠双子。哎，你们有没有玩那个什么？玩那个什么道罗斯队会不会就一直觉得好像骑手都会变光珠的那种感觉？刷我的贴图啊！你刷那个什么红色外星人？放魔族是怎样啊？对对对，不能放魔族，只能放神族，好不好？只能放神族，放魔族不行。好，蛇夫吃不到倍率，差点忘记了。早点讲好不好？怎么教你们？满了没啊？还没跳啊？我们第一关靠双子直接破防，好不好？不过我说那个双子怎么没暗珠啊？这边先留暗珠。谢谢林小牙的赞助，感谢你的赞助。好，这边我们开那个含羞草哈，靠一组暗珠破防。一组暗珠破防 ，OK。这边暗珠不够多，暗珠不够多，我们先绿一回。哎，不行不行，一定要带走。好，赞助怎么赞助？教他们怎么赞助。天堂 M。晚一点啦，或者过几天好不好？我这几天比较忙，因为神魔开这个关卡，哦，这个比较史上最难关卡，必须要先打给各位看哦。我当然是以这个为优先，好不好？不会因为天堂哦就忘记神魔，天堂就挂机就好了啦，挂机游戏，对。谁跟你退款啊？怎么可能退款？你知道退款会被锁账号吗？同学，你以为说退就退是不是？有那么好退？哦，这队回复力蛮高的齁。好，这边的话，我看一下怎么放哈。我这位置实在是不太好啊。我看看，我想想。
再转一回合好了。好，先转一回合。好，我们这边开含羞草，然后再开蛇夫哈，蛇夫开下去就排猪了哦，记得哦，记得哦。好，啊，这是一个效果，这是一个效果。好，主要证明哦，蛇夫哦。随便打啦，随便打啦，青菜怕啦，青菜怕啦。青菜怕哈，青菜怕。靠腰只有三颗星，我的干。不行的话就开双子好不好，感谢尼克杨十块赞助，我一定会把它拿去当我的红变基金的好不好。哇，好，我们这边来到这个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关齁，反正蛇夫说问号齁，这个真的是问号。感谢 Ben 哥赞助。这边有没有按住啊？杀掉，杀掉！因为本人呢有这个排猪障碍哈，所以我这边决定哈开启我们的蛇夫，给了小许宝宝了啦。小许宝宝的头啊！哎，蛋嘞，蛋嘞！哎。我有障碍，谢谢黄群胜的100块，谢谢，感谢特哥，太简单了，我有拍影片了。这什么锁定啊？蛇夫都问号问号啊！王二特哥可以减伤吗？可以。好。欸，没按住欸。这个地方的话，我个人觉得齁，就技能全开齁。等一下神族会被重置。神族会被重置，所以我们技能全开。虽然说新珠消不掉，但是无所谓。新卡暗龙，我不是有拍影片的吗？李彦宏，我有拍影片的，你去看一下，好不好？在我的频道，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的话，我可以再打一次给你看，好不好？因为我是觉得要洗一下技能，这边我真的觉得要洗一下技能，不能打太快。啊靠！啊！打太快了，完蛋了，洗不了技能。必须洗，必须洗，必须洗，不然玩光没技能。至少要洗出神魔共鸣，至少要洗出神魔共鸣，哦，至少要洗出神魔共鸣。加起来了，行。好哦，什么共鸣要出来了，技能洗出来了，没问题。好，这边暗珠很多，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直接打就过了。你们觉得呢？三，又天降一组，稳过。欸，我是不是应该开一个，应该洗出那个蛇夫啊？没关系，这边要洗出蛇夫再过，因为我刚刚以为可以过，没关系，直接吃，直接吃，不要浪费时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这边真的要有，真的要有技能欸，不然会死欸。欸，这边进就真的要洗出一个真伤才有办法过哦，大家不要太高估他了，不要太高估他了。我刚刚以为会过，所以我就没有洗出蛇夫了。我想说直接手转应该有机会，太高估他了，哎。哎，欸，哎，欸，暗珠，好了好了，各位，这里，哦，技能全开，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带机师来干嘛的，他整场就是只能在这个追打而已，这完全没有用啊。好，
啊，一直失误。好，哇，超级大一张哎，超级大一张，可是没有零食，有点可惜。但是是可以零食的哈，重点就是在九之一，就是大家最好是洗久一点。哦，开含羞草洗技能，好，我刚刚都没有开含羞草。